哎，嗯，就那么好的芹菜叶子，你又给搬了吗？你要出什么咬子了？出咬子了没有？我中午拿这给你做个菜吃，中午。那你做。乖。我们打五个鸡蛋，只要鸡蛋清，加入一勺玉米淀粉，搅匀，把淀粉搅到无颗粒状。这时候下入沥净水的芹菜叶，拌匀，把拌匀的芹菜叶泼在这个盘子上面，油温烧至六中热，加入芹菜叶。下入后两秒，立马翻一下，炸的肉用勺子按一下，捞出控油，先把它切成条，切到切成菱形块，看看效果。来，咱们准备的配料：海鲜菇一根，再撕一点本地小蘑菇，来点鲜青皮去黄，把黄腻成沫。锅里来点豆油，烧热后再来点猪油，下入咸蛋黄，把咸蛋黄炒出沫，加入高汤，汤开后下入蘑菇和海鲜菇。调味来的盐、鸡精、味精、白胡椒，蘑菇的鲜味煮熟后，下入芹菜叶饼，喷点香油出锅，看这不就好了吗？兄弟，我宁愿让你胖的精致，也不管你受的累疼，太好了，喷香，开饭。